准备好，55号阿彪王思聪。补充说明：这名团员目前左岸野手85号朱玉贤，右岸野手86号孙丹。Travis 还有富邦 Angels， 我们时间交给汉江特派员。
是的，在下个礼拜假日，就是9月3号、9月4号，也是我们上半季第二个主题日。记得到时候在现场，除了要穿上帅气的棒球衣之外，当然也可以在那两天来换上帅气的篮球衣。是的，潘江跟勇士将要再来进行我们年度的合作，进场就有机会可以得到我们的勇将背心。今天有机会哦！礼拜天我们限定乐区，限定乐区你的票根，礼拜六可以换到我们的火焰蓝的背心。礼拜天可以换到我们。